锦华，我问你哦，嗯，如果今天是我得奖了，你想要跟我说什么？如果是你的话，我就想要请你送我十次的凤凰天波，好方便以后年年入围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嗯，但我先说好了，嗯，如果是你得奖了，嗯，你要先跟我再签三部戏约，而且不能涨价。果然是制作人，是不是？好好。那如果是我，你想对我说什么？真心话吗？当然。哎，我就想啊，我为这部戏出钱出力，你在戏里跟我抢男人，现在连奖都要跟我抢。我没有哦，我没有跟你抢，我只是捡你不要的。我没有不要哦，我很想要。哦，也是也是，你前几天有说，嗯嗯，很想要。嗯嗯，好。